季就退学了。阿勇啊，快点快点，赶紧回室内啦，请原谅我。阿妈跟你讲啊，哎呦，冲啥啦？哎。哎呦，你这个儿子啊，不好好教的话，以后会当流氓，还会是个变态的。啊，你哪会跟我跑？我叫你去教学室的，没你收听无啊？实在是要我气死。哎呦，你慢走，你快走，你敢欺负我吗？嗨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个造化你的！你个造，你干嘛欺负我妈嘞？叫你妈怎么是不听的？我是故事上的妹妹阿珠，我哥哥自细汉就跟妈妈相克，所以因两个常常在运动场走小日。我想，今晚阁有连续剧通好看哦。阿勇啊，今日来吃饭啦，外口拢是蚊啊呢，今日来啦。不爱啦。阿芳也给我怕。哎呦，袂啦，伊去后壁洗衫裤，来来来来，豆豆仔，食较紧的加着。咱囡仔人哦，身体爱学较好咧，唔通卡袂着就要甲人相拍，嘛唔通点点遐恁阿芳个生气。阿妈，你唔知啊，起码规个学校个同学拢捌我。是哦，安奈安尼，就是阿胖啊，伊就爱伫个同学面头前甲我拍。嗯，你搁讲？哎呦，恁两个母仔囝，真正是顶世人结什么冤呐？这世人才敢那冤仇人共款哦。嗯，阿母啊，你莫大概拢替伊讲话，伊拢叫你想歹去啊啦。陈松竹、张金城、张天柱、许金水、王明仁、郭世雄、许秀美、张玉玲、陶燕妮、反应还蛮快。许荣展，你考几分？你会不会被留级啊？哪像你，留级大王。大家这次地理月考，大多数的同学都有进步。郭世雄，哟，学地理东西南北要先搞清楚，淡水在哪里？是在台湾的北部，不是在蒙古。淡水不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北方吗？蒙古也在北方啊。你哦，就是上课都不认真听，再不加油会被留级哦。在上课之前，要为各位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，李佳桦。这里，到前面来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位是从台南转来的新同学，他叫做李佳桦。他本来在台南的国小念书，因为父亲担任军职的关系，调职到淡水，所以呢，从这个学期开始就转到我们学校来。嗯。是谁在玩球？郭世雄，给我起来！接杀出局！来哦，鱼仔青的哦，红目莲白手好吃的哦，欧桑。来买啦，算你较俗的啦。
囡仔食鱼哦，会变巧哦。啊，无要白酒好无？囡仔食拢无刺，我送你一斤十块就好啊啦。好啊，摕一杯。好，我先看麦。哎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又来这摆摊儿？你真是讲不停啊！你闲那要提走我的钱呐？我还靠在探家呢，听我啦！你干什么？我要告你妨碍公务！你讲什么？我查不着！放手！听我啦！放手！八戒、五精，你两个店家好好保护师傅，心上哪来可留妖怪？你千万不能惊动伊口啊！做工讲啥了？听闻已经。这半人果然是一个千年的白骨精呢！一听讲那是只东山中的肉，都会当长生不老。所以今早阿母，你看这，唐王公一离开了，伊就随我跟准备要去听。哼，真正是定肥去肥的狗。南庄的时阵，突然间叫耳廓所发出了一道金光，藏一个乌暗面，随后都变作一个美貌。我拜托你去读书，卖阁耍棒球啊，好不啊？拍球有啥物无好？会当为国争光啊！我看你先为家己争光好无啊？你看你小妹啦，又搁摕奖状啊！你敢知你要留级啊？留级就留级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你搁嘴硬！家救我哇！有听无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！唔通甲袂到就甲拍啦，唔着好好啊讲。哎呦，搁去用猫，啊是安怎啦？好啊，行行行，咱来写功课。来，这坐去后尾。哎，你去麦当去找迄个新来的管区，把我的亲阿偷转来。亲啊，搁放木手去啊？嘿啦，你去拜托人家摕转来啦。袂用的啦，顶届迄个陈警员升官被调走啊啦。敢讲你袂当搁去拜托别人哟？你是安怎奈拢无爱摆行阿弟？行阿弟，行阿弟根本就无生理。你抓准我爱摆咧街仔路走警察咯，我无去做生理，你欠人的三百个钱是一当时就还得了啊？好，我拄好出来去，我紧来去想办法。哎呦，来。咪咪，来哦来哦，很老爱哦，青叶哦。阿勇啊，你爱注意看。那看到地无爱警察，都爱紧甲阮通知，知无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这橘子，嘿嘿，你的、哦。嗯，谢谢。你客气哦，两粒柑仔都摕袂好势。卡手较紧的啦！阿雄，老大，卡紧啦！我讲伊在等人啦。袂使啦，阮阿芳叫我过警察。恁先去拍啦。袂当袂了，警察来啊！阿勇啊，你给我倒提布做个衣头啊啦！哦，哎，你无？阿芳，你抓较紧的啦！阿芳。吃啦！啊哎呦！哎呀！依安德就是踢我的椅子。
子啊，啊我不想理他，结果他就踢得越来越大力，因为声音太大声啊，就引起老师的注意。原来他的原子笔没水，想跟我借。哎呦，你实在是戆甲白白上呢，警察甲高中生拢分袂清楚。你生来是要克我？搁予恁阿母骂啊！哎呦，实在是哦。啊！我咧，你嘛想要啥吹头笛啊？巧的，但哆来咪你着听有哦，安尼我着叫你哆来咪。哈哈哈哈哈哈，真正听有。臭白目啊，你搁敢来找我？哈哈哈，来，贪吃鬼。每一次阮哥哥和阿母妈心情无好的时阵，就有一挂动物来甲伊安慰。我感觉伊足厉害，伊甲动物之间真像有欣赏互动的能力。来，咱来接球。伊上喜欢的是这只白灵犀。哦，不是，伊叫做白目啊。伊哦，上妖怪啊。戆鸟啊，我哪教拢袂晓。哎，球嘞？查拉蒂，我抓到了，来，听我。哈，你也要一只？哎，别走！很厉害的，你真的有够巧，你是猪还是狗啊？哈哈哈，神猪，神猪，你是神猪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连续丢了几颗球，他都接得到。他的动作简直是狗，不是猪，真的有够聪明。去年过年，我爸爸带我出来，有只鸟会跳舞，还会算数，哎，大家都丢好多钱给他。哎，说不定我们家的猪也可以到屋来去跳舞，帮我妈赚钱。哎，对哦，那他也可以帮我们赚钱，买棒球手套。
对对对对，他还有一招耳朵像扇子一样扇动，他还会斗鸡眼，太厉害了吧！嘿嘿，斗鸡眼是我的专利，他才不会嘞。郭师兄，请问你有帮你们家的猪取名字吗？有啊，他就叫阿肥。阿肥，阿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长得像你肥肥一样的意思啊。郭师兄，李佳桦，你们两个刚刚有说方言，我有听到哦。你听错了吧？大家都没听到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都没有听到。听到了没？要不然你说说看，你听到我说什么方言嘞？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了。我明明听到你们两个说了阿肥的方言。你敢记的话，你赶快试看卖。郭师兄，我能不能跟你们打棒球？你会打吗？会啊，我当过捕手耶。真的？你有球具吗？有啊，是全校的捕具耶。哇，你们家是好野人耶。什么是好野人？好野人就是台语的好野郎啊，就是有钱人的意思的。嘿嘿，都请你吃。这是什么？巧克力啊，国外进口的呢。这个感觉好像看到美丽又漂亮的她。阿娘喂，郭世雄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被罚青蛙跳啊？你给我规矩一点。欢迎你加入阿肥消防队。哥哥自从发觉阿伯了后，奇怪的是，棒球队就接二连三地打赢球赛，阿伯也就成了球队的吉祥物。五年四班少棒队也更名为阿伯少棒队。便当，便当，臭酸营养的便当来了。喂，刘泽瑞，你拿错便当了，你找死啊！哇，鸡腿哎！李佳桦，你们家是好野人哎！你们要吃吗？给你咬一口，可是不要太大口哦。啊！拜托嘛，搞到下节啦！没使啦，这边真正袂使。哎呦，以前拢会使，这摆是安怎袂使？因为我嘛爱写母亲节的作文啊，你家是同一个阿母。反正老师一定唔知啦。不过，万一让阿母知影，我会让伊拍死哦。拍到怎会溜啊？袂使啦，我才无亲像你遐尼搞走啊！拜托啦，我顶个阁请你食巧克力诶。
伯，你要试看卖无？我相信你一定写会出来。吼、哦，你又搁来啊？我的母亲叫阿香，我一生下来就叫她阿香，叫我爸爸阿发，好像他们不是我父母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叫他们爸妈。他常骂我说我是生来克他的，什么上辈子欠外西党贼。他喜欢当着大家的面前打我骂我，让我觉得很没面子。他也常常跟阿发吵架，他爱骂别人，看别人被打得很痛苦他就很快乐。他很讨厌警察，爱跟警察吵架。我好想赶快长大，能够赚钱，赶快离开这家。谢谢收看。他真的很不听话，规天就笑气头打棒球。我不是没有教他，每次说他几句哦，伊拢就搞应嘴应激呀。还有哦，过去给他骗钱哦，说要买文具，结果哦都是去买些有的没有的啦。有时候哦，我想好好教训他，他就给我跑马拉松，现在越跑越快啊！我真的是越来越拿他没办法。郭妈妈，你不用生气。我已经决定要把郭世雄留级了，让他重新再学习，要不然他不会乖的。留级、啊？老师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。其实哦，阿雄没有那么坏，他会这样哦，有一半要怪我。可能是我上辈子对他不好啦，这辈子哦，他才会对我这样。我拜托老师不要给他留级了，他功课不好。明天我就给他去补习。啊，对了，这鱼松吼，我用高布收做的啦，足好食的呢。请老师吼，不要客气，吃看卖的啦。拜托老师哦，不要给他留级，要不然哦，他会去做流氓的。拜托啦，老师啊。你真的要好好孝顺他，不要嫌弃他。他真的很命苦，他那么爱你。你功课不好，他居然说一定是他前世对你不好，才会害了你。这什么理由嘛？怎么会有这种理由呢？阿雄，他真的很爱你，老师拜托你。回去好好叫她一声妈妈，好不好？什么？难道你都不会想叫吗？说啊！不要！你真的很拗哎。你告诉我，讨厌你便当盒的蟑螂。是不是你放的？我妈妈说不能叫妈妈，只能叫阿香，不然会克死她。阿珠，你在哭啥？阿母在抬鸡啊！你讲伊嘛要拜拜。抬鸡？啊！哎呀！哆来咪，你先坐。你老会啊！阿鸡嘞？阿鸡是啥大鸡啊？
死鸡啊，抬半步搁抬袂死。赶紧开洗手，小等下要拜拜啦！阿勇啊，今仔日阿妈食菜，袂用甲你硬菜。你爱加食一寡吧，唔通一直食饭哦。嘿啥？我唔爱鸡腿啊！你上爱食呢，佫唔爱？我要跟我食菜，唔爱食鸡腿啦。这是拜神的，会甲你保庇。我唔爱啦。今仔日吼，我有去问算命先呢，讲以后你的名吼爱改做郭世顺。吼、哦，拜托。你又搁来啊！顶摆你叫我改郭世雄，我正无简单才习惯，即马搁叫我改，要改你家己改，我袂改。无你是要啥？这一切也毋是为着你好。莫得卡即届改了哦，你的功课着进步啊！来，伊无爱食哦，再互你食。啊，我无爱啊！奇怪咧，恁两个是咧占着呀，哟！阿嬤，阿胖今仔日足恐怖的。是安怎恐怖？哦，无啦，对啦，阿嬷，先做咱去拜拜，拜拜才会得到神明的保庇呀。先做拜拜，爱抬家抬后，拜神拢用三星，自古早就是安尼啊。无用鸡鸭鸭拜，爱安怎？会安怎哦？敢那就袂保庇呀。遐个鸡仔啊，足可怜的。阿嬷，先哪里要食菜？哦，是一个师傅讲的，讲会当培养咱的慈悲心哦。师傅是铁工楼迄种人哦。囡仔人袂个无礼貌，迄是出家修行的和尚，伊伫梁山寺，伊足敖讲古的哦。你若有兴趣哦，明仔载我带你去找伊。好好，伊会晓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无？伊会晓讲佛陀的故事哦，足好听的哦，你一定会喜欢啦。有的时候不懂你的好，偶尔失控，小事也都能。家的光。